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所以咱们今天要共同入梦了。另外在放今天录像之前，咱们随便扯点闲篇啊。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平常自己打的时候，你们自己打过多少局啊？场上八个人都是特别会玩，甚至对面七个人都比你们会玩的录像有吗？啊，你们自己投的录像，你们自己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心里有没有点逼数？啊，反正我是没看过几盘场上所有人都特别会打的录像。有的朋友说了，哎，你看对面不会玩，对面菜啊，总嫌这个别人菜，然后其他人赢了就不爽，你内心是不是不能接受？那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对面都会玩，凭什么让你赢啊？麻烦你拿出来几盘录像，对面七个人都贼会玩，然后你还赢了录像，你有吗？你恐怕连一两盘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很少能看到啊。而且大家总是这个希望天天能催眠，对不对？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，我尽量给大家找这个优秀的录像，本着两个原则：第一，这个主视角有非常精彩的想法、精彩的操作；第二，这个非常具有节目效果，比如说什么夏侯惇刚死自己这种，然后可以这个给大家这个创造这个娱乐的气氛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说场上有一些特别这个容易出现的错误，然后给大家作为反面教材指点出来。当然了，我能接受这个 A 级录像，对吧？就是场上有一些失误什么，其实这是都是很正常，你们打路人国战你们自己不知道吗？对不对啊？整天这个自己挑肥拣瘦，然后自己其实啥录像也没有，哪有那么多好录像？你们告诉我，哪来的那么多什么？你们又想了八个人全都贼会玩啊，然后还打得贼精彩，然后最后还要让你赢，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录像啊？我就不说路人局了，你就真找八个会玩的也打不出这样的录像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更愿意教给大家的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，环境就是这样，你要做的是提高自己，看了我的视频提高自己，你去怎么样适应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里会有各式各样的玩家，你如何通过他们的动作去剖析他们的心理，利用他们的心理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说揣测他们的动作到底是什么意图，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啊？说实话，你们想看，你们想跟七个我这样的人玩，你觉得你还能赢吗？对不对？这话虽然说的有点极端，但是确实话糙理不糙，对不对？你们而且你们天天看，你说你们还这个对吧？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，那你自己发几盘？我以前又不是没做过随机录像，如果有不相信的，你们去翻翻我以前做过的随机录像，你们就知道我每天看到的废录像有多少。那些我没有做出来的录像，凭你们看到的录像那种。真的，我有很多就是根本就完全没法看啊！场上八个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，甚至连主视角也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那种录像啊，比如有一局以前做的随机录像最经典的乱弹桥，就不知道咋回事，在那弹着弹着纯胡逼弹，最后弹着弹着就赢了啊！场上和一堆人还来了，莫名其妙的很配合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就是有一些录像主视角出了一些比较极端的错误。我一般一看也都 pass 掉了啊，所以你们自己心里有点数啊，多看看我视频，多学学，然后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样的录像更好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我敢说，虽然我的录像对吧，不能保证盘盘都是 S 级录像，但是绝对可以这个啊，我在天天做的情况下，还能保证录像超越99%的人做的录像，对不对？这个确实是扯得有点远了，但是我有些话还是想跟大家这个说啊，你们要做的是如何提高自己啊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看，你说全他妈是菜鸡啊，八个菜鸡，包括解说也是菜鸡，那你就别看了，真的，你换个看，我相信你能找到更适合你的男朋友女朋友。好，咱们看今天的第一局录像吧，这个扯得有点远啊，如果不喜欢听的从五分钟开始。第一局主视角玩家 ID 叫笑起来比你贱，这个 ID 好像出现过啊。
3787的玩家感谢他录像，这里我也不说了，没有人会去选后面的两个蜀国的，包括我也不会去选后面的两个蜀国的。来，司马家出生在一号位，这个牌他选择了放万念，是我可能不放万念，我直接笔看一下，然后挂个刀，留万念闪和九就过了。啊，你放也不能说是错，对不对？这一支笔选择看一下，当然你放了万念，其实我就不推荐你再去看了，因为你完全可以扔一个刀留个这一支笔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你不放万念，你想虚报个万念，那你就看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什么都不虚报，虚报个刀好像并没有什么用途，是不是？这边二看了三一眼，啊，三借刀，行吧？打鱼江上，你借刀杀二啊！二看了你不杀人灭口吗？好，这边八号的一个四血托管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啊。三血托管不是好习惯，容易被别人标飞位。好，这个人好像在取消的状态中，好像还在。当年三国，哎，这个人开始出手了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去出手。难道你跳位了吗？跳位不是应该杀三号吗？啊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可能不是吴吧。上出来一个小胖贼，小胖贼怒抢一波手量。哎呀，这个六号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要骂人呢？这什么情况啊？没人惹你，你就要骂人，非常的骚。好，这里有南蛮，那作为司马国家，这没得选，这只能出来。你又没有桃子，你说你有桃子，你做个深水位，勉强能接受。你这桃子也没有，那就只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没得选。哎，孟获出来了，孟获出来给蜀国拉嘲讽来了，我去，还有人乐，肯定不是吴了，这大概率 95% 是蜀了，如果是个群就是失了智啊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孟获这个当大祭司出来吸收伤害，好，这边喊大蜀了，那你是非蜀吗？不知道，看你这个样子好像是非蜀，那你是个群吗？好，这个人直接，我去，群雄就，这真的是无脑仇位啊，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。首先两个蜀，其次你打魏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自己全家都没了，就算魏死了，反过来蜀国要干的是什么？一定是干你。你以为蜀国会不干你吗？好，他这边疯狂的筹位啊，筹就筹吧，只要没有张角，咱们还是可以出来的。出来就出来吧，出来这里啊，杀这个三号吧，三血不慢，打鱼江上，对不对？吕布就算了，不再屌他，一会儿这个蜀国就会杀他。啊，看看能不能补掉？哎，没补掉。人家有一口这个老酒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刘禅看过这边三号，看他会不会杀，直接双亮。好，他决定打死这个人，不是蜀国，那这人就惨了。无群的干活，好，把吕布勒住。吕布，你不是喜欢给蜀国打工吗？你不喜欢仇位吗？你看蜀国对你怜惜吗？好，这个人开始表示司马和你有仇啊，逗逼，开始骂，估计是个群，要不然他骂啥？你看，队友被打死了，是乱喷，你打司马国家。啊，不是乱喷啊，就是喷的是对的，乱打，打司马国家，给司马国家卖出一大堆牌，然后把你队友干死了。还他说谁知道你是什么？人家照你这么说，场上七个人你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呢，所以你就瞎打吧。啊，这种玩家是最让我鄙视的。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哎，有人救咱们，难道是魏国吗？先标个魏吧。一般情况，蜀国肯定不是，群雄应该也不是，吴国有那么一丢丢可能，大概率是魏了。你坑坑放南蛮闲的，他说我乐意啊，一般说什么我乐意啊，这种就是纯菜鸡。因为你打，你说就像你生活中，你说我就乐意砍人啊，我就越乐意打人啊，这不就是这个，就表示你已经没话说了，你已经认输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你乐意啊？你要是乐意，你还乐意上天呢，你还乐意这个对不下地呢，这不是扯淡吗？你就已经认输了，认怂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人真的是不多谈了。啊，这个吴国也被打出来，吴国继续杀蜀国。你看，你就算帮人蜀国胡逼打了半天位，蜀国肯屌你吗？更不屌你。结果出来一个鲁大师，好的，鲁大师撸了一发，我去，这个筹位真的是筹累的有点极限啊，疯狂的撸啊。但是还好，咱们也没啥好牌，撸就撸了吧。但是只是咱们一血，其实说实话，要是咱们满血，你爱撸啥撸啥，随便你撸，撸的怎么天荒地老都无所屌位，对不对？像吕布这种打法，就是纯弱智打法，我毫不隐晦的说，就是真的纯弱智打法。好，这边这个人继续这个搞这个蜀国，当然他是吴，他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救司马国家，
当然他怕大暑，但是不是大暑啊，刚才大乔不是大喊大暑了吗？嗯，这边一顿操作，看看这个蜀国怎么搞。蜀国应该是抓紧时间去杀鲁大师了，但是不太好杀啊。放权丞相两回合，看看丞相两回合有什么作为。你打来打去你也没有队友，你不是纯打工吗？老老实实自己待着不好吗？打了半天郭嘉，然后让郭嘉还把你队友给干了。在关兴你打大乔都没有用，隔靴搔痒一点用都没有，随便他吧。大师出来拉仇恨的嘛，吕布你就别发表评论了，真的，你这种人就闭嘴就好了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人家拉不拉仇恨关你什么事？我觉得你拉的仇恨就够多的了。诸葛亮一顿搞这个大乔，给大乔搞到不去。啊，鲁肃表示出来睡觉的，难道你是奶水吗？但是女的不让睡，大乔表示不让睡。但是有很多人就支持这个吴国什么女将放前面的、这个主张啊，经常有，这不只是不会玩的主张啊，很多高手也这么玩，就表示我就自己我就防离间，我不管什么香香睡不睡觉什么的。对吧，这你说有些将你要只防个离间啥的也就算了，什么鲁肃啥的，对吧，你说你周泰，有些周泰小乔啥的也要这么摆，也要防离间，你防什么离间啊，周泰还防离间，就不多谈了。啊，这个人挂机了，那随便他吧。这边咱们去杀鲁肃。鲁肃还是必须要死的，因为这个局八号不是吴不是蜀，所以不怕蜀国做大，所以肯定不杀蜀。一定是杀吴，不管这个八号是魏是吴都会杀吴的。啊，继续这个放权。放权，他们说那个貌似吴吧，有可能吧，谁知道呢？我觉得他是吴，他就该出来，赶紧这个，反正你就已经这个什么，他们肯定是要杀鲁肃的，他们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要杀鲁肃的，你就直接出来开团吧，你藏没有用，鲁肃一会儿也是死。好，这边再九雷杀，筹备大军，这个咱们好歹回到梁雪这边就筹不起来了，连错了。他是不是想连司马国家啊？这你肯定不会去连司马国家，因为面对着两个吴国，你一定被会冲昏了头脑。你要连也连暗将啊，连暗将应该比较靠谱，说实话。然后大乔一顿打这个吕布，吕布表示继续，继续什么呀？你自己活该啊！我一点都不心疼你，吕布双雄，你打这个打那个的，谁心疼你啊？知道谁能挡我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但是又有什么屌用啊？你不是死人一锅。看看这边这个人到底是什么，其实这里也很纠结啊，去顺手牌，然后就没有动了。这个破吕布，这里主视角也没有动啊，因为要杀这个小胖还要弃两张牌，很不赚，留了一张闪电判定牌，呵呵，天助了，那让他继续放权去吧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，知天意逆天难，这个小胖配合丞相还挺爽。这个吕布表示总是我赢不了，吴国也别想赢，你之前不是魏国也别想赢吗？现在吴国也别想赢了，那你到底是想让谁赢？你自己也不想赢啊，你难道从一开始就表示我是蜀国人吗？这纯属智障思维啊。你反正赢不了，那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朋友，呵呵，你自己上来要各种胡逼打，把自己手牌打空，拉一堆嘲讽，这是别人造成的吗？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不想让这个赢，不想让那个赢，这游戏的本质是让自己赢，不是不想让 A 赢，不想让 B 赢。反正我认为国战如果一切不以自己赢为目的，都是耍流氓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孙权孙坚当时是真的应该亮的，鲁肃出来那一刻他就应该亮，因为这个局你不出来也是打鲁肃，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啊。接下来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也很难打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蜀国马上就可以把大乔杀了，把大乔杀了，咱们要一打二的啊，一打二你这个不动白是很难很难打的，打不过的啊。好，这边这个孙坚打吕布打得好啊，吕布这次还不打，留着他干什么？养得肥肥的。当然孙坚最开始他可能是怕大暑吧，所以救了司马国家。
不过他不救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他们开始喷，互相喷，互相埋怨，看看能不能打死大乔。这里大乔应该很快就死了，死了就咱们要二打一了，一打二了，一打二能不能打？很难很难打，不动白，人家只要不动你，你咋赢啊？你先看一看吧，看两轮能不能摸到什么好牌，运气好，不行就投了是吧？投了得了，这局录像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那猜不到，死了，一点贡献都没有。吕布不多谈，孙坚呢？反正我觉得那会儿开团是可以亮的。这边，你说这两个人怎么杀啊？一个孟获，我去，孟获加诸葛亮，盘盘回回能回血，小胖根本杀不动。看两轮吧。啊，他俩互相喷，激情对喷。这就是，你看，这就是路人的常态。你们不要觉得，哎呀，看了一局录像很奇怪。我打的路人，我一个人打的路人局，比你们很多很多人加起来打的都要多。好，孟获开始忍不住了，开始砍。不建议你砍啊，反正你们先养一养，基本上是肯定能赢的。路人就是无脑愁什么，无脑瞎打，不为自己赢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无脑猥琐啊，这个，自称这个天天种树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哪有那么多树可种啊？一般反正我们这边树都被我砍了，砍光了，可能有点违反这个植被分化。这个行，他们养半年才杀八卦干什么？八卦也要杀，而且还司马国家，你杀八卦简直是醉了。这牌怎么才能赢？你们设想一下怎么才能赢？反正我是设想不出来。咱们先看看吧，有没有什么转机呢？或者什么转机？你们几个，你们两个人先养一养，就找寒冰剑。找过差顺手把司马国家扒光了，这是最稳妥的打法，对吧？最稳妥的打法就是就怕你们没耐心。其实有的时候路人就打着打着，尤其二打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没耐心，可能就会乱搞。就如果反正都是我玩，我就非常有耐心，我就等，就等寒冰剑嘛，找寒冰剑，找过差顺手。你两个人，而且还有诸葛亮，你放权诸葛亮过牌，总能找到。哎，本来是要投了，突然来了一张牌叫做闪电，那这里挂起来。为什么说闪电？闪电这张牌即使批不了蜀国，批自己也可以啊，要不然自己没牌啊，怎么打死他们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张牌叫做闪电。看到了闪电还可以挣扎一下。好，冰柱，行，冰吧，没问题，再过。他这时候赶紧想办法把闪电搞掉，把闪电搞掉找寒冰剑是稳赢的打法。看他能不能找到。好，结果他做了一个最愚蠢的行为，把这个小胖和这个司马国家连起来了，连得好，哎，连得好，我巴不得批自己呢，我巴不得批，不批自己怎么赢？非常蠢啊，这简直是特别愚蠢之极，还给连起来，连起来然后就批啊！你看，本来没有牌，本来没有输出，这下输出爆炸，他放了一发万箭。然后这边那这样南蛮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但是把小胖打死了，那不就有机会了，是不是？那一打一，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南蛮很寂寞，并没有什么屌用。桃子吃光了，换成灌石斧了，对。然后九回合抡死他，对吧？这你孟获就很难很难打了，因为你剩你一个人了，你没有那么多机会了。一张闪电自劈非常好啊。丞相助我，助个锤子，一个九杀起飞了，再见。孟获不知道在玩蛇。一张牌是丞相助我，也没起来。哎呀，这个环境非常不好啊！咱们再看第二局，主视角玩家的叫墨风，这个九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，这里可以选这个马蓉组合，也可以选国家逃避组合，但是我估计 80% 的人会选国家逃避， 20% 的人会选祝融马蓉。前几天咱们看的都是大魏国被人虐了，好多好多人被人虐了，今天咱们大魏国也得扬眉吐气一把，是不是？做两盘大魏国的四号位，不要乱打一号位，对，起牌过非常理智。销魂妖姬，你有多销魂？
让我们看看，哎我去，你怎么这么销魂啊，我没让你销魂到我这里啊，怼了一刀，那是没得说，肯定亮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这种是没法不亮的，这啥外面有毒菜啊，这屌人肯定不是无，有可能是队友啊，先开桃园看有没有人发骚给咱们打无懈，咱们就干他，解锁重铸无中生有，你看又开始了，又开始筹备活动了，反正也不知道是啥，跟他也没啥太大关系，他就开始筹。哎，筹就拆你，但是只可惜打不到。好，主视角这是表示挂闪电无所屌位，对吧？有张角批吧，我国家，呵呵，挂就挂吧，反正无所谓啊。其实就有可能就怕一手张角，其他的倒真的无所谓。啊，这边又开始了，潮州第一，潮州第一不应该是魏国的吗？好像原来是原亮色啊。好，火攻了一下，啊，直接出来西门冠西，哎呀，我靠，真厉害了，我合体了，什么陈庆合体，厉害厉害，你跟那个二号估计挺配，你知道吗？他销魂妖姬，你西门冠西，你看多配，名字也配，对吧？含义也配，啊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已经不管谁是谁，反正就开始筹备，啊，随便，当然六号没有杀咱们。是个好同志，襄阳季孙倩雪，什么名字啊？估计是个妹子，不要乱打，可能要顺个斧子吧。这里有人有无懈，可能在想要不要打，可能想他到底要干什么，要打谁。好，抓了个藤甲，看起来不太像魏的样子，顺手牵羊，看他会不会寒冰咱们。我去，也不是魏，哎呀，这个魏国真的是难受，每次出来就是，你看人家出来都是啊噼里啪啦开团摧枯拉朽，咱们这个主视角出来经常都是被群殴啊，当然那种摧枯拉朽的录像我是不做的，那种录像大家天生都见都见烦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改版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很有意思啊，这是今天新改版的，好像把这个判定办成这样了。闪电判定正在等待无懈可击，哎，出了一张红桃，你看看得很清楚啊，他并没有被判，随便吧。孙权挂个连弩，一再劳一波，闪电正在等待无懈可击啊，你看非常的清楚，判定牌红桃的过河拆桥。好，这边他这笔选择看了一眼八号位，然后继续七杀过，那这种人就非常的龟缩，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套路啊。啊，看看谁会中奖吧，不知道。南蛮入侵，他蜀国他愿意放就放，随便他。火杀，这边你可以出杀，也可以卖血，随意了。可以卖血把那寒冰的翻了，要不然他寒冰你太伤了，你这桃酒被寒冰了好亏啊。所以这里翻了这个寒冰的比较赚，至少别人打你，对吧？你能卖血，要不然桃酒被寒冰了多伤啊。这边就不出杀，就不卖血了。什么叫就不出杀了？这个看起来又是一副没有队友的样子啊，就有可能有队友的也就是6号，但是6号位又看了一个不该看的人，你说这个毒菜上来你这是莫名其妙的筹备啊，跟刚才吕布是亲家嘛，然后九火杀拍别人因为顺了他斧子他就九火杀杀人家，行吧，杀就杀吧，砰，你看这个看得非常清楚，黑桃七这人直接被炸了，心态崩了，要吃菜吗？啊，不动了，不敢动了，不敢妄动了，被炸到一血了，这个足菜非常开心，你开心啥呀？还有可能是你队友的，你以为就没可能是你队友吗？这里去杀二号吧，没啥可杀的，不过杀二号这足菜没准又要悲饿了，贼恶心，看他背不背，好，不背了，不舍得自己手牌，但他的体位应该不是董卓对吧？董卓的话估计就无脑背了，背着背着就那什么了。独苗他表示三号不是吗？三号为什么就是三号？他只是没有兵，那回合被乐了，兵个国家有啥意义呢？天妒了更屌，是不是？人家还得被打。好，那你们去打，你们打三号啊，你们喜欢打就打。这时候这些暗将都是有可能有队友的，你看，因为有吴有蜀有群，对吧？各怀鬼胎，远交近攻，这局势什么样其实现在还真的不好说。马超难道啊，他要打三号了。好，他们说三号是魏，是魏吗？这不是小乔吗？哪来的魏啊？好，怒弹毒菜。好，
哎，这就好了。但你看，凡是喜欢筹位的，一定都喜欢数人头，所以最重要的避免筹位，就是赶紧迅速的给某个国家打出来一个大的，让他们去互相搞起来，然后就没人注意咱们了，咱们就隐身了。独菜这个屌人被弹出两个桃子吗？不知道，你把这个人杀了吧，你就这么想杀他。好，朱雀一扇，人家只不过是按的时候顺了你个斧子，然后就给杀了，也不管你是不是群，其实这是有可能是群的，说实话，没办法，只能说你运气好，杀了个鼠，对不对？那鼠卧龙装了个藤甲，不知道是为何啊？还有二张，乱筹位，你一会儿出来大吴看你怎么玩。看看这边，销魂妖姬，什么操作？我去，你是吴吗？我去，开始装。你这不是跳舞了吗？啊，你这不管是不是舞，反正都是舞。开始演了，演一波啊，演鸡排。接下来就看六号是什么了。好，这个庞统独菜筹位啊，你们筹了半天，有什么好结果呢？并没有什么好结果，还得被干。拍过去，然后这边冰了。哎，不是你们让我冰他的，你看我们冰他，他要天妒了他的英姿，你看，不是你们让冰的吗？你越冰越厉害，玩个锤子啊！把那个案子赶紧九杀拍死了，不能让他再活着了。哎，当牌库还能玩吗？还玩个锤子，闷死！看看这人是什么？干嘛？你还想救啊？他离开了。我去，又跑一个。哎，你看，你说你们这些群雄都什么人啊？还在这装，还给弃牌，有用吗？个破华佗打完不想玩了，直接被闷了，救都不救了，跑了。啥人呢？追之笔看一下六号到底是什么，此时是你真身显示的时候到了，让你们筹位。你看马超足菜你们两个人这怎么打，又打不了了，哎，又不知道怎么赢了。孙权这时候一看开团直接双亮 OK 没什么问题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确实见证奇迹时刻到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又而且国家曹丕还没有那个国家司马厉害呢，好，他也去看，行吧。接下来该怎么玩呢？这庞统马上就死了，离开了。哎，背一发放逐了还不错啊。点错没点错啊？杀他不挺好吗？你们不杀吧，趁他离下要他命，要他狗命，对不对？死了，又二打三，而且对面还有奶水，这没法打。但是这个收尸还不错，收到一个万箭，就放南蛮。放南蛮真的好吗？我真的觉得这南蛮放的一点都不好。完了，这边这个二张还去弹那边六号，然后又给翻了。我去，这南蛮放的，我去，我真的是醉了。这么大优势局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南蛮，你图啥？对面国家曹丕是不怕南蛮的，朋友。好，而且你还看了下家啊，还要推，推吧。你们看啊，就以前我经常给大家讲，我做这个大国围观一个这种卖血的什么的时候，我说你们要稳着打，要多浪费点时间，然后经常有这个弹幕就说啊，你们看你打这么墨迹啊，墨迹啥墨迹啥。好，这个孙权是确实不墨迹，非常猛烈，你们看他后有时候后面一点都不墨迹。你不墨迹就等于给别人机会，就怎么说，举个例子啊，就是你稳的打是稳赢。哎呀，那个男人出现了，我感觉吴国又稳了。就是你稳稳的打有100%赢的机会，你非要去给对面1%的机会，哪怕是1%的机会你非要给人家，你给他干嘛？你去打就等于给别人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你有一个这个别墅，你非要去跟别人去赌，人家只有1块钱，你非要去跟人家赌，哎，说你赢了我给你一栋别墅，哎，我赢了我就赢1块钱，你不知道图什么。好，接下来咱们激活这个孙奔，看看能不能激活死孙奔，还是个奶水妹，如果激活死还是有机会的，不过他们牌挺多的，这个我估计有桃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接下来这个香香出动，这个局面就你看，这香香如果被打死，这不都是孙权的锅吗？还能是谁的锅啊？这里香香杀一刀孙权结阴吧，保证自己活下来才最重要。不，你不要去杀独菜，你杀独菜他悲哥又给你翻了怎么办？这里最好的打法就是杀孙权一刀，然后睡孙权，就稳的一逼。就是这种优势局的时候，尤其是对于吴国来说优势局的时候，就怎么稳怎么来，不要盲目进攻啊。你决斗火攻什么的愿意打就打吧，
这里杀孙权一刀，然后睡孙权一下，对，孙权开始说牌，说就说吧，说了孙权看看能，不是香香能不能领会啊？香香表示兄妹之间不能那什么乱什么，然后他就弃牌了。真的，这里你睡，你不要想什么觉醒的事情，根本就没有屌用，你就老老实回血，永远保证满血，你们就一定赢。你看这里又添堵了，两个大桃子一吃，啊，他表示去怼孙权，你不愿意让香香摸牌，那我觉得也得杀香香，杀孙权没有任何卵用，还反而给他床位，他本来自己不知道找床位，这里你要不然就不出杀。要不其实就顶着虎孙奔去杀呗，怕什么孙奔，不杀了这个香香你玩个毛线啊，有什么可玩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法玩了，起了一大堆牌，看看咱们这回合能不能摸点神牌。好，二张还没有乱放咱们，哎，无中火攻不错啊，无懈，那也得火攻啊，要么就火自己，其实可以考虑火自己，但是他有三尖两刃刀，表示我可以戳死你，是不是？如果戳死你，是不是就直接一劳永逸了，不给你们任何机会了？想想不会真死了吧？我去，真死了，那死了就怪你，都怪孙权，也怪香香，也怪自己不奶不睡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活下来，是不是就赢了？想什么觉醒的事情，对吧？当然，就即使是哪怕是现在，这个他们依然是很大的优势。只要不骄不躁，不急不躁，我觉得他们依然是很稳。这里你断什么？好，他选择了断周泰，行吧？这里真的，你就是不骄不躁，这里断周泰可以，因为说实话，这小乔一直配合周泰还挺恶心的。虽然孙权确实很强，你说这里啊，就是我不知道吴国在干什么，吴国就是失了智啊，顶着八卦强行各种啊九杀这个拍那个拍的，真是完全失了智，就是因为他们各种胡逼杀八卦，导致了这个一会儿要出现宇宙家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你就想，我觉得吧，一个孙权如果说打国家曹丕都是绝对占优势的，不敢说什么九一开十零开，至少七三开有吧，但是就他们两个人一会儿都要把自己玩崩，那就非要打，我不知道你打着什么劲儿，这不留在手里不行吗？就非要去决斗人家，你在想什么呢，朋友？打吧，巴不得你打，真的，你不打我还赢不了呢。吃桃子灌他，对吧？打死你，然后打二两小乔，不就有机会了吗？扔刀，好看孙权，你看这帮吴国就不知道回复，不知道什么是回复。不知道这种局回复永远最重要。你看这里不拆灌石斧，拆八卦阵，就这一手就是能看出菜来了。跟你们讲，有很多这种不是小概率事件，大路人局经常有这种现象，就是明明你们是可以防守稳赢，就是不需要拆八卦，这八卦一会儿你们过牌那么多，给他顺走不是你们的了，用来防御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不是进攻方，当然他们认为他们是进攻方啊，所以拆八卦。因为他们刚才一直疯狂杀八卦，深受其苦。你这不拆灌石斧，我的天哪，我也是醉了。好，就尊重他，让他弹啊，他弹孙权去了，行吧？要不你就弹那谁，这扔闪过了啊。这里国家都扔闪了，你可以想想你这国家手牌有多恐怖啊。不过这里不灌也好，好，他们还就是非是要那什么，表示又来吧，疯狂的说牌，喜欢放吧。来就来，寒冰剑好，有寒冰剑，你看寒冰掉两个桃子是不是很好？你看他拿九，他肯定要九杀了，这屌人！你看无懈不值钱，然后就开始打，顺了个知己知彼。他要是九杀，他肯定不寒冰，你信不信？因为他要寒冰，他不需要九杀。哎，你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，人家都扔闪了，你杀中了。你还不寒冰，我觉得你九杀也得寒冰，人家都扔闪了，你想想他手里牌能是啥。哎，不多谈啊，疯狂的虚虚。孙权表示我最大，我最屌，我就虚虚冠军。好，这个终于知道升管师傅了，但是你们都被翻面了，很可能被打死。你看你冰吧，一会儿又宇宙了，再宇宙你就尴尬不尴尬。这里重入
看两回合能不能打死这个孙权，对吧？巴不得你们慢。这回合考虑先杀一刀，骗他出了闪，因为这个人刚才拿了斧子，肯定有闪，下回合再九杀他，对不对？下回合再九杀他。来二张，你有乐吗？你有乐，你乐啊！你有本事乐都乐不住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觉得人家什么兵天度、乐天度什么的是运气，就是这些运气都是你们这些人给的。你如果正常打，他连获得这些运气的机会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要给人家机会。好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疯狂的激活，反正就表示一点都不怂。这也就不闪了，因为闪是浪费牌，他那牌都是要扔的。你看他真有乐，乐乐吧，兵继续兵继续乐。好，开始挂闪电了，已经丧命了，这已经本来稳赢的局已经打得失去信心了。当你失去信心的这一刻，老天都不会眷顾你啊！这里要无懈乐了，哎呀，他们还有无懈，但是啊，就是宇宙啊，你们这些人，嗯。给人家宇宙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天过多少次，天过多少次，怪你们自己。我真的觉得不怪运气，不要怪运气，是你们自己找的。好，闷杀，然后这里去干这个谁？干这个，干这个二张小乔，反正有个九嘛，对不对？以待劳，他弹，咱们可以利用九回血，然后而且这边还有寒冰剑，直接寒冰掉他了，桃子寒冰掉，对吧？吊打你，也听说你不服。这里换丈八蛇矛，下回合九杀就起飞了，对吧？留个九，下回合摸两张牌，九杀直接带飞。啊，不对，他可以固正啊，这个屌人可以固正，麻蛋的。固正，那就先寒冰，也寒冰不掉，他有闪。哎呀，固正 bug 技能啊，还玩克这种，还挺恶心，你别说，贼鸡恶心。那就又要进入这个、闪电环节了。其实闪电不劈咱们英姿也不亏，对不对？再摸一张铁锁，这种感觉是啊，还有这个桃子，还有大桃纸。这里应该那什么吧？应该不应该先吃桃？应该先砍，看他弹不弹你，对吧？又是梅花八，八卦阵不错啊。砍他八蛋，好弹吧。你弹，让你弹，翻了他。哎呀，出连弩了，那就怼你啊！不跟你客气啊！你看又出桃子了，出连弩了，那就怼死他。有桃有酒，你弹来。有连弩你还敢弹？你莫不是失了智？那对不起，你很可能要飞了。自有锦囊若干，可依计行事。好，拆了，这边弹出连弩，直接秒杀了你们。今天这两局视频怎么做了这么长时间啊？可能是我开局逼逼的太久，也可能是这个啊，筹备感动了世界，终究老矣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很多时候你看着，其实你们觉得，就是看很多局说啊，你看魏国什么一打几赢了，所以咱们更应该筹备。那你很多时候魏国强，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菜造成的。就跟那天我直播打一局，有一个什么来着？有个郭嘉曹不是司马懿曹丕，还有一个什么香香还是什么来着，孙笨小乔什么的。对，我是个白板，什么马腾一个什么东西，我说这司马懿曹丕根本就不厉害，我随便虚报点东西就能打死他，对吧？你不要就是说一帮人无脑像疯狗一样去咬他，而那孙笨小乔却难打，最后杀了孙笨小乔，两下就把那个司马曹丕打死了，有什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魏国这种东西就是你越像无头苍蝇去打他，他们越强，你越是有序的去打魏国，其实魏国并不强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这个循环往复啊，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逻辑悖论，就是怎么说啊，经常会出现负负得正，正正得负的情况。这就扯得有点太远了，以后这个有机会咱们再慢慢聊这些东西啊。反正你通过这两局，你也能看到路人的常态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